Hello， 今天又去淘料了，带你们看一下翡翠铺满整个地面的房间，你们见过吗？走，就是这里，整个房间已经没有路了，全部都是翡翠铺满的。这些我不看了，这些都是被挑过的，我要看好的，好的在哪里？一般我要看这种料的话，我要去拆包，下次那个货到了叫我来拆包啊。那这些小的后浆料还没拆，来我们去看一下好的。这两块是我们约好要来看的，翁巴列的这两块啊，视频上大概看过一下，就是想看一下它的种水水头怎么样，这个还不错的。我想看看你好一点的品质的料子，就这些啊。这些料子的话都是价格不贵的，全赌的，就是中大千到小万，高品质的肯定是在保险柜的，是不是？我挑一下啊，里面好看的，啊，这颗皮壳要细一点，这一块。一眼就相中木纳的料子，我要变成木纳一姐了。又相中一个，这个皮景啊还是可以的。压灯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光感。哦，这里还有点色花，这个哇，我都看到你的价了，这种料子就2000来块钱。这个拿着啊，这个也不错的。这个的话这里有一点点沙细的地方，其他地方会粗一点，皮紧主要是。像这种全绷料的话其实就看个个头，来我们去谈谈那两块吧，这两块我感觉还不错。这个的话就是沙粒要粗了一点，这种的话它主要是看上它的一个实型，细细的一看的话这种料子如果便宜一点可以玩，如果说价格高调这种料子就没有必要玩了。多少钱这个？这是1万。要卖1万？这个几千块钱的东西，几千块钱都是玩一玩，就是练手的那种，但是也有机会内化木纳的料子。这个的话，实价了。这个呢？这个是2000。2000块钱啊？对对。这个是有点底色的，也是玩一玩，主要是实心小嘛，你就只能玩牌子，因为它没有手镯位。如果有手镯位，这种表现价格也是很高的。这是翁巴列的。沙粒的话翻砂很细，皮的话是属于那种老道起皱，它不是什么大裂，它没有裂的话它这种皱纹到这边就断了，所以它不是大裂啊。到这块下来它就属于翘壳裂，那么到这里它就足光了。压灯有水头有荧光，雾层也很浓，薄一薄高种水的料子。实型的话就是扁扁的，应该有两个片，读手镯的话两条手镯。这个要多少？这是5万。5万啊？你说实在一点嘛，我大老远跑过来。这个的话，看这个形状有点影响美观。刚刚老板跟我解释，这个是属于他老道掉渣，就是他原来可能是会有一点癣，然后被挖掉了。那它的种的话也是可以的，这个料子水头很长，到这边来了，它有一定的这个空度，也是属于一个翁巴列的啊。薄的话跟木纳差不多，薄内化和这个高种是那种果粒底的。品相的话倒是也还可以，它有手镯位，有一个巴掌，四片左右，一个面上呢有1、2、3、4条这样子的一个手镯位。这个呢？这个多少？这是8万。这个要8万？对。哎，所以说这个料子啊，表现好，种好，它价格都会上去。实型也是一方面啊，主要是。就是会有一点底色，老板两个一起谈嘛，我两个都喜欢的，价格实在一点，反正看到多少给多少，料子是有品相的。这个我最高看到14000，这个的话我最高看到个16000，打个整3万。这个卖不了，这个怎么可能？那这个料子的话，这个皮壳也比较老了嘛，是吧？这个种水也不错的，这种料子的话，其实内化需要的是比较大的。种水还是要薄的，主要是还有裂。啊，裂嘛，天啊，都会有一点是吧？你看嘛，最低想卖多少，便宜点可以的话我就两个谈，3万整4，我觉得是可以了。你也想要嘛，那就5万，那你拿走吧，5万。两个五万？对，最低一个。五万的话我看不到，太高了。差不多。虽然表现好一点嘛，但是都要去搏的。真的不了。5万最低价，5万最低的。这个我也喜欢，这个料子可以玩一玩牌子，再加您先3万3，3万3这三个都好听的数字，3万3收三个料子，可以了。这样吧，这个料子是我朋友给朋友合的。你朋友合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我问一下他们吧。你问一下嘛，可以出了，现在生意又不好做，是不是？出一个是一个。那我问一下。行。问一下，就是像翁巴列这个场口呢，虽然它不像木纳那么有名，这个翁巴列它也是属于可以玩内化的。像我们那种打灯雾层那么透，那么透。行了，小丽，我也和他说过了，因为是你过来修嘛，他也想说，也想和你交个朋友，希望你以后多多关照。好，这个就送给我了。好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那以后多多关照了。行，好了，今天呢我就借花献佛了。这个小料子，评论区谁的点赞最高就给谁，过来找我啊。